都这样啊。RGB 早就没有人在玩了啦。啊，就长这样而已啦。晚星骑士能教我吗？我忘了、欸，这个我忘记了。这个是原本我一开始有做一个，然后后来是干爹他们是研发到新的东西，那就改，又改成这个。好可爱的尾巴。啊，我没有清水星跟水下呼吸的头盔了，难过、哦。啊，没差啦，不要看东西而已，不要看太重，有鞋子就够了。看了什么？所以你有看懂吗？阿金，刚刚那个，不是，这个是我的头颅啊，然后这个原本应该是要长这个样子，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换了刚刚那个造型，然后放上去，敲掉。就变这个，就变个造型，然后就放回去，然后再换回这个造型。为什么把鱼放在头盔上？是这个伺服器的啊，用手上拿个东西，比如我拿骨头。哦，刚刚我的那个造型拿骨头很可爱哦，它就是咬着骨头，然后我刚刚的造型是手上抱着骨头。这很明显就有鬼啊！那清掉它。好，准备打雷喽！射起来哈！
我知道了，都听到声音了，你不要吵好不好？你去钓你的鱼。这是海马哦，有那么快？你是海马哦。哇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很难？朋友来吗？哦，团团。孩子刚刚打野没注意到，哎，干嘛躲开啊？刚刚哭光嘞，我只是跟你说，我刚刚被你吓到，因为模组盖那么多，以为你模组盖哦，没有，没有啦，巧克服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木工，强力二，拿掉。巧克服是什么？巧克白开的是武器哦。嘿咻，嘿咻。正面打，没有啊，因为我要用掠夺啊。喂，你要换神器的话，要夜魅的魔，要非常非常大量的魔。你要64×64组夜魅魔，才可以换到神器。你们改这样哦，神经病哦，他们这样养鸡的啦。白名单过了，学测完再来巧遇繁星。遇到我的时间，要么都是很早，要么都是很晚哦。我就是下午的时间会送，就让那个啦，让其他人进来玩，我不会去跟他们抢。我当然知道啊，不然我还要打谁？打夜猫吗？宅哦，好久没跟直播了，可能是因为我都没玩麦块吧。垃圾放哪里啊？这里。哎、欸，腐肉放哪？没有地方放是不是？
有啊，我有听他们说，自从就是这样子，日服器引爆嘛，应该还有一只啊，一只被射死啊，哦，对，在这里，嘿嘿嘿嘿。色不色啊？What？这会有记录档吗？会啊。哎，怎么会有这个怪怪的东西？清水性，看不到东西。哇，要溺死，要溺死！好，再去敷个头盔呗。阿金有送哦，你还有没有白名单？你有去填就有啊，就有啊。我那时候填白名单的时候，克莱是直接刚好看到我，直接让我过了。夸啥？有没有好的附魔？我直接附上去好了。哎，93？哦，还好。啊，没有清水性。需要呼吸。哎呦哎，冰锤星一个，有一个镜子。哦，这把好像是我丢进去。好东西，金丝。哇，这啥回？我们调看选看。好啦，我们就选到二点零，风力、强力，好的。那个水下呼吸，哎呦喂，那个好了，又回来了。我知道啊，他刚玩那个 ATM 的时候我在啊。差一本，我把送出去。啊，我应该没等级了吧？9等，好啊，他9等。
你帮我付。不用啊，我还有事情可以做，我还可以杀鱼。